我们要来做适合带出门野餐的酪梨鸡肉意大利面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使用酪梨，然后呢是小番茄，那洋葱切细丁，然后呢一点点盐，用一点罗勒可以增加它的香气，然后橄榄油，拌均匀，好，就填到这个罐子里面，是现在很流行的罐子沙拉，因为它带出门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酱啊跟干料饲料都可以分离。我们要放鸡肉，鸡肉呢只要用水煮熟就可以了，盖上盖子，酪梨鸡肉意大利面带出去野餐咯。